低配新能源自动驾驶重卡星途一代发布，六分钟可完成换电。凤凰网科技讯，9月17日消息，在百度与施桥联合打造的科技公司 Deeply 品牌战略发布会上 ，Deeply 推出首款全正向设计研发的智能新能源重卡星途一代。运输途中，自动驾驶卡车只需六分钟，即可在换电站完成自动换电，大大提升运营效率。未来 Deeply 将快速接入施桥干线物流网络，通过实际载货运营，推动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在货运场景的商业化落地，开启智慧货运新时代。百度集团副总裁、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经理李振宇曾表示，百度 Apollo 的智驾产品已与超过70家车企的600款车型展开合作，领域涵盖了家用小汽车、自动驾驶巴士等。